嗨，我是老神。当极限生存 UHC 十几名玩家拥有两分钟的创造时间，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三、二、一、两，手速！两分钟，加油！加油！过去！铁块。OK， 放起来。然后。一组木头，好，一分钟。哦，这个。哎呀，囤呐，没了哎。还有十秒，我的经验不。哦，结束了。完了，经验瓶又拿了五瓶儿，可以了吧？去把工业最做完。没了。你看我到点，我立马就给你买了。我不会为了我的东西没有搞完，我就什么对吧？无限的，完犊子了！天哪，太傻了吧？还有四分钟 PP 啊！胸甲还差一个。胸甲差的耐久，我没有拿 TNT 呀、啊、！Oh no！ 擎天柱，一根擎天，这一分钟时间够吗？够啊！再有力量水，很疼的。准备，开始。哎，我操！还有人吗？应该没了。哎，又往上搭一层。OK。射他！等到了，原来总共在这个死地附小干嘛？就我们两个人了，疯狂模式开启，一分钟，来，死，啊！巴拉巴嘣，pow！明天再见，拜拜。